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是喷漆车间，本期给大家分享实木一架喷漆过程。师傅已经把颜色调配好，现在开始把衣架挂上去。我们采用静电立体喷漆方式，衣架开始缓缓地进入无尘喷房。你小心一吻便颠倒众生，一吻便教育个人，给你拯救的体温，总会再经给某人。这样旋转180度的喷漆方式出来的实木衣架表面颜色效果手感非常的好。师傅正在认真检查喷漆效果。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里是室内无尘晾干房，等到油漆表面半干之后会转出室外继续晾干。